默默的从那个路口进来。是国中的时候吗？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其实就下定决心说，我打的每一场球都要给我的阿公跟阿嬷看，因为就算他们越来越老了，他们没有办法身体力行来现场看球，他们没办法现场看球，所以他们都在电视机上面看，因为电视机上面比较清楚。啊，我只要每一球我投进的时候，摄影机都会 take 到我，然后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我的阿嬷眼睛不好，她上个月才开刀，所以我只要把球投进去，摄影机就可以 take 到我，阿嬷就看得比较清楚。然后我的阿公也刚好在去年的时候有参与到我的在政大的第二冠军，所以我很感动。我相信他在天上一定也看到我为着家人，还有我喜欢看球的阿公，还有我们家族最重要的信仰来打球。我觉得我就把我就是所有的荣耀就是交给我的家人，还有我们的信仰和上帝。球这球弹了出来，球拨出来，哇，拨得太久了，一些球权还回到了郑智大学的手上，但他们不再做进攻了，要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最后我们要恭喜郑智大学以74-65九分的一个领先来击败了世新大学，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并且完成了2-8的大业。是，这边非常恭喜郑智大学啊，我们要恭喜郑智大学篮球队啊，完成了2-8，队史的首度2-8。很高兴，就是我们的球员在这方面剩下11个球员，然后能够打出郑大篮球，然后赢得用团队的打法去赢得这场比赛。那我们的球员，这场球进攻当中的外线发挥，以及下半场的防守，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完成了这个2-8。那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然后我们继续去拼更多的冠军。当然我们就是提醒他们要专注在每一波攻守吧，那我们外线如果不准的话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打法，那下半场他们调整的也很快，就是冲击多一些的禁区，那在防守上面也针对性的防守，就算我们得不了分，我们也没有让 对方有太多的追分机会，那这是我们进攻今天在下半场能够做这样的调整很大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原因。那我最感谢的就是江丰年董事长，我们创队的领队，那他能够号召这些校友群，然后我们学校的校长，然后师生师长，然后因为我们的这样的成绩，大家愿意进场来支持我们政大篮球队，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从零到有，那到冠军，那现在两个冠军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有这么好的学校去支持这么一个棒的球队，那真的很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些小朋友这些学生，然后再给他们最好的照顾，对。